主料鸭翅500克，辅料姜5克，蒜10克，大料5克，桂皮10克，冰糖10克，盐5克，酱油10毫升，料90毫升，香叶1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鸭翅洗干净，放在有水的锅中焯一下水，焯好水的鸭翅准备蒜、香叶、大料、姜片、桂皮、冰糖，把鸭翅放在高压锅内加温水和调料，再加酱油和料酒，焖1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鸭翅先焯一下水去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